啊、哦，你看看，突然间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店，一条街，钱包全部花光光。这个是炸鸡吗？好的呀。鸡肉。呀，谢谢。问一下这些姑娘们。Hello。是这里吗？啊，唱歌的。啊。啊，是。一个人的房间。OK。啊？去哪儿？啊，他们好热情啊！哪儿啊？一个人，谢谢。这咋用啊？哎。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，也为别人而留。Yeah! OK! Yes! Come on! 完成。